靠腰，哦，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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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有有有有，真的很痛，哦，有有。Hello， 大家好，我是来台中鬼混的李子，最近比较闲，就来台中溜达一下，很手非常非常痒，觉得不拉个鱼不行。可是我现在就带一把虾竿而已，唉，真的是，我觉得我还是去问一下在地专业的好了，看一下他没有什么意见。好啦，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来 go。好啦，那我们现在就到了有在地又专业的钓鱼店，那我们就马上继续问问看喽。噔噔，好，这不是我们的，嗨，彭奇伟大大。大家好，那你今天来干嘛？因为我刚才走在路上，我突然手有点情不自禁的颤抖，有点痒，那我有点想，对，有点想拉鱼，但是我只带这把虾竿而已，怎么办？我有什么地方可以让我够强了啦？你要去找虫虫，对不对？对，有什么推荐的地方吗？吴郭鱼，吴郭哦，可以，吴郭鱼。那康桥一定一点一的那个钓点啊，你会拉很大哟。真的假的？那我去那边钓的话，我需要准备什么特别的饵吗？都其实饵很简单啊，一包底饵，然后一包那个调好的冷冻。那、可以就是给我看一下。啊，那边除了吴郭鱼还有什么鱼吗？鲫鱼、鲤鱼啊，鲫鱼、鲤鱼，鲫鱼、鲤鱼、红果，然后鲶鱼，哦，基本上你一般你淡水基本都看得到。哦，那你当敌人的话用这一个零八的冷冻饵，嗯，哦，它是麦片下去搅碎的，嗯，主要香料它是有淡奶的味道啦。哦，然后这个是鲫鱼跟鲤鱼蛮喜欢的，哦，然后吴郭鱼相对也会咬。那冷冻饵的部分的话是几个？这种香味这种，哦，冷冻的，或者是其他的像这种，一个是虾味，嗯，一个是干味。这个一般我们都捏成小拇指大小、指甲这种大小。然后这个的话，你要拿来当底饵，或是当钩的饵都可以。底饵是？底饵是打底的。哦，就是当诱饵啊。哦，所以就是加水就好了。对，加水。然后比例上的话，你就有点像搅面团一样。哦。不要太直。好 ，OK OK， 那我们就准备出发喽。好的，那我现在到钓点了，然后我的钓组也用好了。那我今天用的饵就是刚才我们的黄奇伟大大推荐的这个某某某某综合饵，还有这个冷冻饵。对，这个冷冻饵，我等一下就用这两个。我是希望能够说钓到福寿还有鲤鱼，对，用虾竿拉这个应该蛮爽的。然后黄奇伟最后有送给我一句话，非常重要，他跟我说要小心杆子，嗯。刺激了，好，找这个草边的点，看起来蛮不错的。来，啊，紧张，紧张，紧张。哇，刺很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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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中了。马上就有小福一只，啵啵，一下竿马上有。玩在地的推荐就是不会骗人的。哦，哇，大福大福大福，这只比较大，大福大福，然后哦。还 hold 得住，还 hold 得住，杆子还 hold 得住。不要冲哦，乖，不要冲，不要冲，不要冲，你乖，你乖，乖，乖乖乖，乖乖。好，虾竿的极限。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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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啊，啵啵。我们来观察一下这边的浮标会唱什么鬼德性。这边这鱼非常的活泼啊，那个浮标，非常的活泼，这个鱼非常的活泼，真的夸张，这边的鱼。
这边的鱼真的夸张，像不知道饿了几年一样。啊，有哦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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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福小福，爆咬，这是爆咬哎。好，乖。哎呀，回来。哦，我烤窑。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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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哇，哇塞，看到什么怪东西？哇，刺激哦，这个位置。烤窑，哦，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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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哦哦有有有有，这个很痛！哦有有，哦有有，靠腰！这是红魔鬼是？哦哦，这是红魔鬼吗？哎呦，看红魔鬼好痛！哎呦！哇！哦，是哟，红魔鬼，红魔鬼之。哇，这次是新邮票哎，路人还没钓过，手竿先钓的，哎、不是手竿，虾竿先钓到的。谢谢。谢谢木瓜牛奶超好喝，惠群的惠群的木瓜牛奶，康桥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咬。你的那个一下去几乎都是一堆鱼在上面拼命的抢，拼命的抢，那竿你那个浮标是不会停的，所以真的很雅，真的很适合说在台中市，如果你不知道哪边可以钓鱼的话，康桥这边是个非常棒的选择，就让你轻轻松松就可以拉鱼，而且环境很清幽啊，也很舒服啊，这样子也很近，一个下午的时间就可以这样解一下手瘾也是蛮不错的，然后钓完鱼可以在附近，在附近享受一些美食也是蛮不错的，这样就是很轻松的一个钓鱼啦。好啦，那之后有机会我会再拍更多的这种虾竿钓鱼的题材给大家看。好，就这样喽，拜拜。有了有了，终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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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好啦，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如果喜欢的话请记得订阅分享按小铃铛哦，谢谢。